到啊，我可以不买。那件衣服好显眼，声东击西。你不是知道在哪里？这是球队的吗？是啊，是在大关国小买的。校服。是啊，我们学校。我不是那个学校里的，我只是去那里打羽毛。这里有。哦，有羽球场，对球队。对，大家球拍拿好。来，球拍，你看它变这样子，球拍拿起来，你在上面，对，你在上面。Thank you.
断线了，哦，你断线，我以为他打断线。
断线了，那可能断线应该是由于他们的关系。Thank you.
放小。然后我发现你们多喝一点点气。Thank you.